定是迄个有信心的闭鬼的。啊，这么想做啊？召开董事会这么重要代志，拢唔免事先甲我讲的。吴信贤哦，你想要联合万条万甲我架空哦，真可怕！小雨，你来大家是来看武当的信？我有代志要找你。你是专工来找我的哦？讲这个时阵啊，是要啉什么茶啊？你是安怎要安尼无要无紧的？这个太子啊，凭什么用这款口气跟我讲话啊？当初若不是我把你认作是小雨，为着要替信贤完成遗愿，拼性命救你，你哪有可能活到今嘛？若不是因为我，你今嘛只会当跟迄个动工的罗再兴哦，做伙拿米粉啊尔。连一个罗再的太子爷，都让你感觉到遐尔大威胁，咱的以后母家动荡，你是要安怎担得起？呀，真正是无路。我无乐意啊！妈，你即摆到底是咧讲啥啊？我每一件代志拢是照你安排去做诶，你对我所有要求，我拢真拍拼伫完成，无一件互你失望诶，敢毋是？即摆恁爸拢转念，要考虑好做接班人啊！我安尼做，感觉无够。你莫讲你伫咧配合我，你家己若无野心，我甲三弟会颠倒。若不是我在背后一直送你往前走，你到高龄走到那个大位，你等要怎办？结果呢？你一点仔都无感激我。自从你知影自己身世了后，脚面就都对我大细声，好像是我欠你偌济共款。你爱去，若不是有我，你即摆什么拢不是。文耀啊，我们武山集团即摆真需要人才呢，你敢会当来到三江？多谢你这样看得起我，我目前哦，我有自己计划。哦，这个囡仔那这么唔捌代志啊，清清菜菜哦，廖蒙子威胁几句啊，都乖乖听廖蒙子的话，要放弃万海金融这个亲家，真正头壳歹去，烂头锅面就变。这种个性哦，都参照老阿斗同款，生扶都扶袂起，这边哦。你拢是靠廖蒙子巴肚来即块吧？啊，若无，你搁肥喺外口咧。所以，不管伊巴肚来即个囡仔是徐世伟，或者是其他查甫人的种，你拢爱当作是小菩萨。为着以后你的母家的地位，喙齿紧爱咬好得好，一顶绿帽爱戴好。妈，你莫在面遐考试我。好啊，哎呀，你爽棒啦！信贤虽然冇责任，啊，不过爸人袂用解决代志啊，你较认真啊无？其实，冇用怪陈文瑶啦，是阮信贤先动手的。信贤，陈文瑶是静月阿爷呢。你给人小白胖无去，做阿兄着急，这是理所当然的呀。照你讲，你应该个点头回死的啦，唔是哦，给人去家动手应罪应死。小雨，只要你愿意给妈妈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妈妈保证，总有一天我会替你拍牌办条案，让伊接受我的制裁。你的大概是啥？还有这后生做你的弟弟，无条件听你的命令，那参见以前，但就是要求我同款。等你把新闻变数停了拍牌，你的王国冇我一份，是不是安尼？奇怪，冇奈一句话拢冇讲，做伊走，电话嘛不爱接。到底是走去叨位啊？妈，陈文瑶，你是搁有啥物话好讲的啊？
看起来对我五花真清，我跟你爸爸无同款，我无可能遐尔自私，遐尔无情对待你。感谢你，莫阿个家想阿想完美，对我来讲，你甲单独性同款，拢是自私自利的人。陈文瑶毋是陈长胜的客囝尔，莫是安怎遮尔看重伊，甚至是为何伊？我跟伊无同款，因为你是我怀胎十个月生下来宝贝小雨。妈妈只想要把所有上好的东西都给你，妈妈不害你，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不行的，因为你是妈妈唯一的愿望。小雨，我要小雨啊，五年级我要你做陈美雨啊。以后别再来找我，有你这么多年来，你也从来没来看我关心我。你有动作，咱母子情分早已经结束了。陈文瑶竟然才是真正的陈明宇，那呢？我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小雨，你别再来对待妈妈，你是我的后生，这是这世人完全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吴信贤，这是你唯一看到的后生，你应该把所有心思放在身躯顶，我根本无需要。小雨，你误会了啦，信贤不是。妈，你其实是想要跟你的小雨讲，我只不过是吴信贤的替身而已，是你用来骗吴辉煌的假好心对吧？啊，不过你怎会当讲会出嘴？你这款未见跟变态的做法，原来这就是妈这几天对我这么欢喜的原因，因为伊发现。伊认唔到伊的后生，伊用真心所求的话，只是一个 nobody。我真正是全世界上好笑的人啊！我唔但唔是真正的吴信贤，即马连陈明宇嘛唔是。我到底是啥？佮有甚物人要紧我的存在？